那自己的孩子最近也是踏入演艺圈，有没有给他一些鼓励？因为他只是刚毕业啦，也是要靠他自己努力。戏剧学校出来的那个学院派啊，跟我们这一种就是身经百战的那种观念会不太一样。但是你也不要说我不好，因为呢，你老爸也是有得过奖，也是有很多入围的哦，在这一圈呢，也是常青树，没有倒下来就算很不错的。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是想当唱跳歌手，一路上都是演员的工作比较多，因为开设了这个体能教室，刚好也需要一首主题曲，那我就想可以圆梦一下。副业是你挑选的还是哦，还蛮顺利的，也是多亏林尚哥跟崇兰姐有教我台语，让我在八点档之后有打开知名度，所以婆婆妈妈都很热情的分享。那我们体验的时候就有破百位的来。林尚哥看到他的副业这么的多，然后也都事业很成功，然后还有新作品，有没有什么感想？这个你可以做一个会员还是什么？当然。我想说要投资。应该没有需要吧？其实我们像是小班制，其实很快就会需要开第二家、第三家。哦，真的哦，因为我最近刚好就是去年那个冬天的时候去滑雪，所以我对那个滑雪我特别有兴趣。如果要参与的话，你是不是在这方面多训练一些人才？对，那个毛利很高哦。对，我很有兴趣啊。你说你要多少？我们系里面是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讲你爱偌济啦？你有个亏了就对啊。钱花下去都不用问太太啊。你不要把我这一点戳破，可以吗？那自己的孩子最近也是踏入演艺圈，有没有给他一些鼓励？因为他只是刚毕业啦，也是要靠他自己努力。我们说，那个爸爸妈妈有一些经验可以跟你分享吗？那如果他找就是两个对戏的话，目前有这个经验吗？你说跟小孩吗？有这样的经验，戏剧学校出来的那个学院派啊，跟我们这一种就是身经百战的那种观念会不太一样。但是你也不要说我不好。因为呢，你老爸也是有得过奖，也是有很多入围的，在这一圈呢，也是常青树，没有倒下来就算很不错的。